欢迎来到 Moon TV 新闻频道，我是裴兰英，这是今天的主要新闻。Anson Low 下月正式回归舞台，与心仪开骚，拉阔音乐会于国泰官网换飞。本地人气男团 Mirror 自从7月28日在红馆举行第四场演唱会时发生严重意外，巨型屏幕飞脱坠下，压伤舞蹈员李启言、阿莫等舞者后， Mirror 12子便暂时停工闭关，直到10月开始正式复工。日前他们所属公司突然在社交平台公布推出 Mirror 新团歌 We All Are， 并于中午发布 MV， 令粉丝们十分惊喜，亦意味着12子正式回归。由于意外事件的影响， Anson Low 原本与郑欣宜于9月6日合作演出的拉阔音乐会神拉阔郑欣宜 X 卢汉廷亦要延期。据悉，这个音乐会已定于11月13日甲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，教主终于再次重踏舞台。而今日已于国泰网页见到会员可以由14日启用礼数换购门票，金卡及钻石卡会员可于当日优先换购门票，而其他会员就要到16日才可以换，每日最多可以换购四张。换票所需礼数共分两种，32000里可以换到 AB 区，24000里则换到较后位置的 CD 区。感谢您收看 Moon TV 新闻频道，记得点赞、分享和关注，每天更新最新消息。在评论部分，让我知道你的想法。